下课铃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，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，带你试试草莓冰淇淋。一会儿从日光大战只有了下课铃，已经约好在操场等你，夏天真的是闷得可以。啊！擦好了呀！哎呀，在哪里呀？妈妈找不到你呀！哎呀哎呀，妈妈找不到。I was in the third grade. People treated me like a criminal. You're gonna kill somebody.妈妈就原谅你，但是你不可以说是爸爸弄的、爷爷弄的、奶奶弄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吗？你回答我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哎呦我的妈！一会儿。
有人。哎呦我的妈！小时就要去哪玩？点一点吃。Huh?